虽然今天呢，我自己单枪匹马来到这里，没有朋友，没有家人的陪伴，那我知道你们还是一样支持我，鼓励我做我喜欢做的事情。加油！一号的神秘歌手，请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。狠角椰浆饭企业家，创意尖锐小贩，他不是卖马戏的，妈的！刚才他拿那个芭蕉叶就已经撕破了。你看他是卖钱多的，因为我看过他卖钱多，他是银丝，我闻到有点榴莲味道。神秘歌手他真实的身份是什么呢？他是实力者。好，迫不及待要让你告诉我们，先自我介绍一下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永康，来自马六甲，今年24岁。我本身呢，自己是家族生意是卖椰浆饭的。其实从小到大都没有学过唱歌。哦，一边包然后一边唱吗？对。你有没有后悔第一位就淘汰一位实力者了？他要躲厕所现在。他这样肤浅，他这样跟女的唱不了啦。真的。改次你去马六甲，不要卖饭牙齿。代表咗咩咧？啊，即系咧，冇就系冇好色。你要你知啊。未来如果有机会啦，你想成为怎么样的一个歌手？偏向哪一种？当然是要努力的瘦身，瘦身啊，那成为实力派的歌手。实力派比较 rock 的还是抒情的？抒情。哦、oh, ，OK， 至少不要笑叫肤浅哦，只看着腿。真的，那希望呢，你可以赶快的瘦下来，然后呢，也可以继续你的这个梦想吧，加油。谢谢。